每天一分钟带你做美食，欢迎来到本期的黑糖美食记。葡式蛋挞又称葡式奶油塔，是一种小型奶油酥皮馅饼，焦黑的表面是其明显的特征。今天带大家制作的是正宗的葡式蛋挞。首先看一下所需要的食材，下面开始制作。盆里打入两个母鸡蛋，放入牛奶、白砂糖、低筋面粉、淡奶油，用搅拌器搅拌均匀。低筋面粉起增稠的作用，会使蛋挞更顺滑，没有低筋粉也可以不加。然后过滤到量杯里，取出蛋挞皮，倒入蛋挞液，蛋挞皮超市可以买到，倒八分满就可以。然后烤箱预热210度，放入中下层烤20分钟左右，蛋挞呈现焦黄色就可以出炉了。晾凉后脱模，好吃的蛋挞就做好了。咬一口，酥脆香甜爽滑，超级美味，你不来一个吗？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，别忘记点关注哦。